安吉丽娜，你怎么这么喜欢照镜子啊？好吧，自己玩吧。你们要站起来啊。这谁在镜子里这么可爱啊？安吉丽娜，自己玩啊！你把妈妈的电脑椅都占了，妈妈怎么工作呢？你为什么自己的椅子不坐呢？一定要坐妈妈的椅子呢？哎呦！自己跟自己亲啊！安吉丽娜，来跟妈妈说个拜拜，会不会拜拜？来，整个拜拜，拜拜，来，拜拜。不是姥姥学会怎么整拜拜了吗？羞羞，会不会做羞羞？一直淘的。好了，我们不录了啊，跟妈妈下一个，耶，下一个。哎呦，这么厉害啊！哟，咱们自己居然能够站起来啊！啊，可以呀，啊，哎呦。哎呀，真够厉害的。安吉丽娜，宝宝。宝。宝宝，天迪啊，你过来帮我一个忙，把这里边桌上这些东西往。